为什么有的女人啊，她就是喜欢抱着男人睡觉呢？喜欢抱着男人睡觉的女人啊，说明她真的很爱很爱这个男人，因为爱他呢，所以才放心的睡在他身边了，跟他靠得很近。但是这样的女人呢，其实很多都是没有安全感的。你以为她很粘人啊，那是因为你给了她足够的安全感，让她产生了一种很强的依赖性，所以她才把你看成生命当中啊唯一的那个男人。当男人遇到这样的女人的时候呢，记得呀，一定要好好的去呵护她哟，好好的去爱她。硬核男人的一招呢，让女人呢欲罢不能，它就是黑芝麻丸。常吃黑芝麻呢，对身体有好处。这一款九蒸九晒的黑芝麻丸呢，以黑养黑，甄选黑芝麻、黑豆、黑米和农家蜂蜜，科学配比，古法工艺，营养丰富，易于吸收。吃上一口呢，麻香四溢，甜而不腻，携带也很方便。更多的好处呢，我就不便多说了。左下方的小黄车，你可以去了解更多。